圣母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妻子耶稣同受赞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虚无主耶稣，请宽赦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于地狱永火。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荣福四端，圣母蒙召升天。特别是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荣福四端，圣母蒙召升天。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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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圣母玛利亚，求你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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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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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愿光荣归于。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虚无主耶稣，请宽赦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于地狱永火。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
荣福五端，天主立圣母于九品天神之上，以天地之母皇及世人之主保。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世人之主保，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需我主耶稣，请宽赦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免于地狱永火。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娃子孙在此城市向你哀呼，在这涕泣之谷向你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你回顾怜恤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你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真玛利亚。你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们。化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阿们。各位兄姐，大家主内平安啊！啊，今天我们聚在这边，为李爱晴、玛利亚姐妹，我们送她最后一程。我们今天的礼仪都按照天主教的殡葬弥撒啊，因为早上我们已经跟神父在一殡做了入殓礼。那待会的我们礼仪呢，都会按照这个礼仪本进行。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我们请服务的兄姐帮你送过来一本哈。那跟神父在一殡做了入殓。今天的殡葬弥撒，我们按照礼仪本跑。那最后呢，就是结束曲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奇异恩典》，然后在起灵的时候，我们会唱《耶稣恩友》。那这两个歌单呢，都在我们这个封底的地方，我们有的歌单在最后面的地方。这在结束的时候会唱这两首歌啊。好，那今天的。我们有几个地方希望各位兄姐能够配合的。那因为今天我们的座位呢都有调整的比较窄，所以我们跪凳呢都不用，所以我们今天都行竖立礼啊，我们教友都在用竖立礼。好，那领圣体的时候，我们呈一路出来啊，一路出来。可能如果说是我们是左边的兄姐先领圣体的话，就靠右边。那回去的时候不会挡路。那这边的兄姐呢，就靠这边领完了就可以回位置上去，就不会有交叉的问题哈。那这个请大家配合一下，因为这旁边没有办法像以往我们可以绕回去，所以今天领圣体呢就请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最后一点，我们请各位兄姐或各位来宾亲友看看您的手机关了没有，或改成震动式的，让我们的礼仪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我们还有两三分钟，我们的礼仪就可以开始。那我们请大家静默啊，我们静默，我们待会礼仪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还有两三分钟，我们的礼仪就可以开始。那我们请大家静默啊，我们静默。我们待会礼仪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还有两三分钟，我们的礼仪就可以开始。那请大家静默。我们待会礼仪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谢谢大家，谢谢。
弥撒开始，我们请起立，看礼仪本第五页，我们唱敬堂曲。上主的洪恩，上主求你赐给他永远的安息，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请看第六页第二号致后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为以往的李爱卿玛利亚姐妹举行告别礼。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因为有了玛利亚姐妹的缘故，在一起为她祈祷，为她的新的生命开始的现在，我们诚心诚意的祈求天主赐给我们玛利亚姐妹永远的安息，以及在天上重新开始他的生命祈祷。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第八页垂怜经。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
天主全能的圣父，我们确信你的圣子死而复活，求你为难死在此信仰中去世的你爱亲玛利亚姐妹，借着奥迹现在与基督同死，将来也欢欣地复活。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既生神永生永王。阿们。圣道礼仪，请坐下。读经一，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而进入基督耶稣内的人，就是在他的死亡中受洗了吗？我们已经借着洗礼与他同归于死，并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也能度过新生活，就像基督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一样。如果我们经历了他的死亡而跟他结合为一，也要经历他的复活而跟他结合为一，因为我们知道旧的我们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灭，这样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隶了，因为已死的人便摆脱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我们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就再不会死，死亡再也不能控制他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训。感谢天主。按第十页，人子的父，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人子的父，我将我的灵魂在你的手中。我寻求了上主，他听了我的祈求，由我受的一切罪况中将我救出。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仁慈的父，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投奔他的必获征服永欢。一人一呼求，上主立即赋予拯救他们，处理一切苦心。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他必救助今生痛苦的人。仁慈的父，我将我的灵魂托付在你。
说，我父所降福的人，你们来吧。承受之创始以来，已经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之后，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沐浴露基四颗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报遇；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了我的缘故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上报是丰厚的。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神父正道，请坐下。今天我们为了王者李爱卿玛利亚姐妹做最后的告别而聚在一起。今天的跟玛利亚姐妹的离别，是跟平常我们问候的说再见，或是说下次见的告别的话语完全不同，因为我们跟王者再也见不到，也跟王者不能在一起祈祷，也不能再聊天，也见不到王者对子女们的笑容，甚至连生气的样子也见不到了，因为他的肉体永远离开了我们。还活着的我们也是不愿意谈论死亡，不仅如此，连想也不想死。这可能是因为对死亡的不安，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去想总有一天会死亡的事实。无论怎么样表达，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抗死亡。这死亡对有一些人来说很快的来到，有一些人是来的比较晚。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人的生命都离不开这死亡，我们都要面对的事实。我们是为了生存而存在，这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把人生的全部时间拿来等待死亡，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会感到快乐。尽管如此，
我们完全不靠离死亡也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永远离开我们身边的事情总是会发生。死亡一方面来说是一个人的肉体被放入棺材埋在地里或是火葬之后跟我们离别的，而另一方面说他所爱的家人和我们之间无条件的在一起，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在向着李爱琴玛利亚姐妹谈论着她的事，曾经有过的种种的事情。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不忘记李爱琴玛利亚姐妹，我们的王者就跟我们无条件的在一起。现在的我们不管认不认识他，因为为了他的灵魂而在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跟李爱琴玛利亚姐妹有缘分的。我在内务堂认识不久，我再看一下，大概六个月，二月初第一次见到我们玛利亚姐妹，她八月六号过世之前，七月中有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也没有跟她讲到很多话语，但每次看着我微微的微笑，她的微笑好像迷人的，就给我很温馨很安心的。虽然没有很多的交流，但在他的小小的一个动作内都看得出感觉出他一生中对他人对天主的态度是如何。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跟他有这样多多少少有缘分当中生活。我在生活在家属和我们心中的他，不希望我们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希望我们能在天主的怀抱内相亲相爱，重新获得充满活力。殡葬礼将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虽然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了玛利亚姐妹的身影，也可以和她交谈，但是现在再也见不到她的面，也谈不到话了。在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也无法跟在场的弟兄姐妹们讲话或见面。这个事实不就是给活着的我们一个教诲吗？王者对王者的家人和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们给了一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尊贵，所以要珍惜他，爱护着他来生活。这难道不是向家属和我们传授生命该美好生活的教训吗？因为我们各自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特定的时间，所以没有互相爱着对方去度过所有时间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而且相信着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天主的我们不能自感到悲伤，因为在世界上认识了天主，热爱着天主，所以我们了解到了亲人的死亡，
最后一定会在天主的身边享受幸福，因为我们的天主是爱和宽恕的天主，而不是惩罚我们的可怕的天主。李爱琴玛利亚姐妹，她离开我们这个世间，她选定了最好的日子，在教会的日子里面，8月6号是显圣容，耶稣显圣容的日子。耶稣拿出他的身份，真正的身份拿出给的日子，我们的玛利亚姐妹相信了耶稣基督而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带他变一个容貌给他。今天是圣母升天节，我们的母亲玛利亚，刚好爱琴玛利亚姐妹也是圣名，也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的怀抱里，我们的母亲李爱琴玛利亚姐妹得到幸福，得到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的恩宠，这好日子她宣定，她在天上会得到天主及圣母玛利亚的恩宠之下重新开始。那我们在什么方式来跟她在一起？刚也说了，在祈祷中想起她的种种的时候，我们跟李爱琴玛利亚姐妹无条件的在一起。所以在我们生活中认真的面对我们生命的时刻，还要记得李爱琴玛利亚姐妹一起生活，就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继续祈求天主赐给李爱琴玛利亚姐妹，在天上开第一天的今天，我们一起祈祷，也就祈求天主赐给玛利亚姐妹永远的安息，早登天国，也一起为玛利亚姐妹的家人祈祷，求天主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宠。三页信友祷词，我们请起立。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过，我就是复活及生命，谁相信我，即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是活着而相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死亡。现在请大家为生者死者恳求耶稣。主耶稣，你曾为拉扎路的死亡而哭泣，求你安慰这些为了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逝世而哭泣哀伤的亲戚朋友，并求你也擦干他们的眼泪。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受苦的人祈祷，求主安慰他们，扶助他们，恩赐他们坚心依靠天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我们去世的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祈祷，求主宽赦她的罪罚，恩赐她脱离炼苦，早登天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我们已亡的兄弟姐妹亲友恩人祈祷，求主恩赐他们获得永远的赏报。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所有安息于主期望复活的人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早登天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主耶稣，我们恳切求你使我们的哀悼又与我们已亡的你爱亲玛利亚姐妹，并望你拯救她脱免诸罪，能分享你的救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圣祭礼仪，请坐下。我们看十五页，十五页奉献曲。我们看第十六页。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圣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慈悲的天主，我们为你的仆人你爱亲玛利亚姐妹的得救虔诚地向你奉献礼品，
他既深信你的圣子是仁慈的救主，求你使他能获得你圣子的仁慈裁判。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在基督身上有了光荣复活的希望，我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因永生的许诺而获得安慰。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之时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得永远的天乡。因此，我们虽同天使、众灵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请看第十八页，十八页。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洁。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请向基督圣体一鞠躬。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请向基督圣血一鞠躬。新的地奥基基督，我们传发你的圣事，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都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是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种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垂念你的仆人李爱琴玛利亚姐妹，你从认识将她召回，她既因圣喜和你的圣子一样的死亡，求你也使她和你的圣子一样的复活，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龙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出生中土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22月19号，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遵守他的教导，才敢唱。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所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求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助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看羔羊站，出面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出面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面视觉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们准备恭领圣体，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教友们兄来宾亲友都先请坐下。我们准备好的兄姐啊，我们可以领圣体啊。那些陈一路啊，陈一路啊。基督圣体。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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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我们请看25页的灵主曲。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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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我就是复活，基督圣体，我就是生命，谁相信我？上主的生命，他必来救助我的性命。基督圣体，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谁相信我纵然死了人就生活，凡在世相信我的人回到你的安息，因为上主实在是厚待了你。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谁相信我纵然死了人就生活，凡在世相信我的人要举起救恩的杯爵，我要呼吁上主的名号。在众百姓面前向上主还我的誓愿，
请大家祈祷。请起立。请看二十六页。上主仁慈的天主，你的圣子曾以圣体圣事作为我们行你的食粮，求你使我们的礼爱亲玛利亚姐妹得因这食粮而参与基督永远的喜悦。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深深降福你们。弥撒的晨，感谢天主。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二十九页的告别礼。二十九页，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按照教会的礼俗殡葬亡者的遗体。大家知道万物都是为了天主而生存，现在我们诚恳地祈求天主使我们这位教友李爱琴玛利亚姐妹即将被火葬的身体将来复活时获得圣者的完美和地位，并求天主使他与诸圣圣人和信者欢聚一堂，共享永恒的幸福。告别曲，请看三十页。三十页。愿天使领你进入天。寻到属神且那迎接护送你到天父的恩赐怀抱，永享安乐。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是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愿天使领你进入天国，寻到主圣前来迎接，护送你到天父的恩赐怀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住。愿天使领你进入天国，寻到主圣前来迎接，送你到天父的仁慈怀抱，永享安乐。你为我摆设了筵席，使我的杯觉满意，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长睡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永久的时日。愿天使领你进入
迎接，不送你到天父的仁慈怀抱，永享安乐。洒圣水。李爱琴玛利亚姐妹，你曾借洗礼的水获得新生，愿你从今以后与基督常在一起，共享永生。阿们。献香。你的身体曾经由圣神祝圣，成为天主的宫殿，愿你日后也获得复活的光荣。Amen。 为亡者祈祷。现在我们也请求圣母玛利亚和天上神圣一起为亡者转求天主，上使他加入天上的大家庭，共享永生的幸福。圣母玛利亚，请为亡者祈祷。昔者身若寒，请为亡者祈祷。身若色，请为亡者祈祷。身波多和圣保禄，请为亡者祈祷。身若王，请为亡者祈祷。身德莲，请为亡者祈祷。身思定，请为亡者祈祷。身本笃，请为亡者祈祷。圣方济和圣道明，请为亡者祈祷。圣德兰，请为亡者祈祷。诸位中华真福及诸圣，请为亡者祈祷。天上诸位圣人圣女，请为亡者祈祷。上主，求你俯听诸位圣人的祈祷。愿我们的祷声蒙你垂听。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圣父，我们把我们的这位教友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灵魂托付在你手中，希望她在末日同基督一样复活，和所有死于基督的人一样。我们感谢你在现世把悟数的恩惠赐给了你的仆人，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为你的仆人开启天国之门，也使我们暂时留在此世的人能以信德的言语互相安慰，知道我们大家在基督内相遇，同你和众兄弟姐妹永远团聚的那一天，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接下来我们请翻到四十二页，火葬礼四十二页。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只是现世生命的一个终点，更是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的确，活能分灰，但它所烧毁的只是那可损坏的。至于天主所创造的那不朽的灵魂，将生活下去，直到永远。越过死亡后，天主要在他的永爱中再造万有，再造我们的肉躯。我们相信你爱亲玛利亚姐妹仍然活着，我们虔诚地把她托付给天主，求天主赏赐她永远的安息，世界末日赋予她一个新的身体。再看四十四页。上主，你曾招选你爱亲玛利亚姐妹，使她成为基督的门徒，你又在她一生中不断地带领她，使她以生活行动为你作证。现在你将她由人世召回，求你恩赐她永远和你在一起，虽然他的形体即将消失，化为灰烬，但我们却尽信你的许诺，到世界末日，你将复兴万有，使我们的你爱亲玛利亚姐妹和所有的人重新复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现在主礼神父带领我们在场的来宾亲友，我们一起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的灵柩行三鞠躬礼，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好，礼成。我们礼成曲呢，我们请翻到后面的歌单啊，226首的奇异恩典。我们看奇异恩典。来宾亲友请坐下，我们教会的礼仪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是家祭礼，然后有生命的回顾啊，思念母亲的感言，然后才是公祭。如果有需要公祭的团体还没有登记的，请到服务台去登记啊，那我们可以按照顺序来行公祭啊。谢谢谢谢。
那还是司仪再一次提醒大家，将你们身上的行动电话，我们将它转成静音或者是震动的模式，让我们一起来维持我们会场的肃静。感谢非常在座所有的亲友以及教友们来到会场，来为李爱琪、玛利亚姐妹祝福追忆。李爱琪、玛利亚姐妹追思弥撒加奠礼，奠礼开始。首先，我们来礼请我们的吕瑞元李二姐来到灵前，请就祭拜位，以及我们的女婿李清，以及我们的外孙女李玉。灵前献花。灵前献果。全体在向母亲及祖母灵前行三鞠躬报恩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晨也请我们家人回座位休息。接着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族亲代表，有请我们的子孙辈代表李志军。侄儿，我们来到灵前，请就祭拜位，以及我们在会场的侄孙、子女以及侄女婿有到会场，只要是称呼李爱琴姐妹，我们是称呼伯母、婶孙、舅妈以及婶婆，我们都请出列，后面请两位，两位并排。灵前献花，献果，全体族亲代表在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也请我们的家人亲族回座位休息。接着下来，我们来礼请我们的姻亲，有请李金兰女士，请就祭拜位；陪伴亲属，请就陪殿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迎亲在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灵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晨也请我们的姻亲回座休息。接着下来，我们要进行的程序，也就是由我们的瑞元姐姐来代表家人一起回忆和追思母亲的点点滴滴。我是李瑞元 Maria， 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也是老幺，也是妹妹。那我上面有一位年长我5岁的姐姐李瑞梅妹，那她现在在澳洲雪梨，那因为她健康的理由，她不可前来，所以今天就由我来代替我们姐妹来两来献为母亲献上她我们的回顾与追思。那为了节省时间，那我请大家一边观看我们所播放的照片，然后一边也听我的分享。 OK，我们的母亲李爱琴姐妹圣名 Maria， 她是一位独立坚强勇敢的生命斗士。那母亲是生在河南省巩县，那巩县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少林寺。
所以呢，母亲从小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到少林寺学艺，然后上山称王哦。当然，这个梦想永远没有实现过。那但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分享一段她的小时候跟非常神奇的一段经历，就是跟狐仙相处的、和睦相处的一段经历，非常的神奇。那对我来讲无从可考。OK， 那接着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她就到了西安求学。他就到了西安求学与工作。那在工作的时候，那这个当护士的李爱琴与当军人的李正氏就认识了，然后就相恋结婚。记住我讲，我的父母亲都姓李哦，所以我既跟着父亲姓也跟着母亲姓。因为这个礼拜非常多人问我说，我是不是跟着母亲姓啊。然后在他们结婚了以后，正好这时候就战争爆发，那父亲就跟着军人的军队，母亲就跟着家属的部队，然后就一路南下。他们数度分分合合，一路辗转辗转，然后非常的艰难困苦的就来到了台湾。然后还是非常的神奇，整个部队里只剩下母亲跟父亲这一对夫妻而已，而且还带着一位，母亲还带着一位他的年幼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舅，一起来到台湾。那母亲常常回忆这一段过去逃难的日子哦，然后他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的那苦难。尤其当来到快到金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登陆艇上，四周炮火四射，然后还是很神奇的，他们看到四周的人全部罹难，只剩下他们那艘登陆艇，然后那艘登陆艇上就只有父亲、母亲还有四舅一起，真是要感谢天主。OK， 那母亲来到了台湾以后，其实她一直都没有放弃她做南丁格尔的职务。那她一直是一位职业妇女，直到退休。我想在当时那个环境时空下，是属于少数的妇女典范。那因为父亲是一位职业军人，所以不能够常常在家，所以母亲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就是父代母职，拉拔我们姐妹俩长大，好不辛苦。而且母亲在工作上，她是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护士，所以呢，不管大人小孩，都永远记得有一位喜欢穿着旗袍、会打针的李阿姨，或者是李爱琴，不是李妈妈。所以温妮，我说的对不对？对，还有殷婉、殷田，我说的对不对？对，就是当老师的时候，有时候要吸引同学的注意。可是呢，相对我会打断我自己的思路哦。好，那母亲是在跟年近七十岁的时候，才跟父亲一起移民到澳洲雪梨。虽然他们的英文不好，但是他们随遇而安，他们非常喜欢澳洲的生活环境，他们喜欢澳洲的人，还有澳洲的事，还有澳洲的物。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只有在澳洲的时候，他们才没有再经过战争的洗礼，只有在澳洲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社会上的纷纷扰扰的一些新闻。当然也许澳洲也有，反正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他们就觉得唯有在澳洲的那二十多年来的日子里，对他们来讲是一段最平静最安定的生活。所以他们也算是在晚年的时候享受到一段非常安定跟安静的生活。那但是母亲在澳洲还是有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她生不逢时，她因为战乱，所以她不能够多读书。但是她看到澳洲的那么好的教育环境，然后她就常常的会对着我说，
哎呀，他要是晚生个二三十年，也就是在我的这个年纪，他相信呢，他一定读的不止一个博士，因为母亲相信，连我都能够在澳洲拿到一个博士，他可以做得更好。那今年是母亲跟父亲结婚75周年纪念日，虽然父亲是在4年前以98岁的高龄长眠澳洲雪梨，那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65年，结婚周年纪念的时候，教宗也颁发给他们一个圣家证书。那父母亲对，刚刚有看到照片，然后父母亲他们真是间谍情深，恩爱一生。那母亲常常这个很自豪地说，他说他们夫妻俩从来没有吵过架，那其实都是爸爸在让着他哦。所以呢，我的先生李青，记住哦，他也姓李哦，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对，那我的先生李青就常常说，我是越来越像丈母娘，那他呢就越来越像那可怜的岳父，安静无声。林薇姐，你相信李青说的话吗？当然不相信了。可是呢，我的系主任郑王俊主任呢，非常坚信，非常赞同我先生讲的话，因为呢，他常常在办公室就叫我恰北北的大姐，对不对？对，不敢承认啊。那母亲在雪梨一直是与姐姐同住，互相照顾，一直到去年的2月，因为姐姐突然生病住院。那在那一周非常紧急的时刻里，那我在这边还是要非常感谢当时对母亲、对姐姐还有对我，不管你们是在台湾，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美国，对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那我还是要非常感谢天主帮了一个大忙哦，因为那时正值疫情的期间，已经飞机好几个月没有通航了。那当我一打电话的时候，居然那天居然就有这么一班飞机是从雪梨飞到澳洲。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实践大学都晓得卢英明老师的，可以帮我做个见证哦。他现在也在线上。那他呢，他在台湾要等到飞回澳洲，等了3-4个月。那没想到我一打电话，居然他就是坐他那班飞机从雪梨再飞回台湾。那我就请朋友，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就请朋友帮我把妈妈送上飞机哦，让他妈妈就以95岁的高龄一个人坐上飞机飞回台湾，然后跟我同住。然后妈妈就说她在飞机上糊里糊涂的就睡了一觉，就到了台湾，然后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所以妈妈就跟回到台湾，去年2月才回到台湾跟我同住。我是非常珍惜这段跟母亲相处倒数计时的日子哦。那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带妈妈当个快闪一族哦，到附近看透透气，看一看。那当然，我们也会时常回想到过去哦。这个过去，我带母亲头游世界哦，到过日本、新加坡、法国、意大利的种种。那但是呢，母亲呢，她还是常常会说我是我把她骗回台湾的，因为她很害怕，她没有办法再回到澳洲跟父亲相聚在一起哦。那妈妈，我也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你送回澳洲。我目前只是暂错，等我寒假有较多的时间，我一定会把你送回澳洲跟父亲安放在一起。我亲妈妈，你一定要放心，我一定会达成你的心愿，把你送回澳洲跟父亲在一起的。然后我也会谨记您的教训，做个手心朝下的人，能够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帮助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是一个独立坚强的斗士，妈妈。
最后，最后我还是要在这边感谢圣母升天堂的田神父，以及由田神父所带领的圣咏团、圣母军以及所有工作的人员，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大力给予帮忙相挺，真是感激万分，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当然我还要感谢在座的亲朋好友，以及在线上，今天无论你们是在美国、在澳洲、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的线上，我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播种来送母亲最后一程。我相信母亲她是非常高兴会看到你们的。那我希望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是怀着一颗感恩而喜乐的心。那为什么说是喜乐呢？因为母亲96岁，高寿96岁是享耆寿。那按照习俗是所谓的喜丧，我们在办所谓的喜丧，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属都要围着一个红色的领结领巾？因为我们希望以喜悦的心祈求天主保佑父亲跟母亲早日在天国里相聚团圆。那今天刚刚神父也讲过，今天是圣母圣天节，我们也祈求圣母玛利亚今天能够保佑父亲母亲在天国里永福永安。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基督之名，阿们。谢谢大家。那因为我的侄子、我的姐姐在澳洲，我的侄子也是姐姐的小孩，也是母亲的外孙，他跟外孙媳目前是在美国加州，他们也没办法来参加，因为媳妇现在正在怀孕中哦，然后时间又太短。那母亲终于要当太婆了，那但是很可惜她看不到她的太孙。那接下来请大家看一段由就是外孙跟外孙媳在美国我们所事先录制的一段影片。Hi, I'm Matthew, and the grandson, and this is my wife, Christina. Grandma was a kind and loving grandmother, mother and wife. She was strong and frugal. She would save the little money she had so that the rest of us could live a better life. We all owe a lot to our grandma. My fondest memory of grandma was her and grandfather being together, supporting and loving each other. I remember being with them during rehab in the hospital.I'm glad that I got to spend those times with them, but I wish I could have spent more time together. It felt like Grandma lost something after Grandpa passed away, but she remained strong and came to our wedding in San Francisco. We are glad she was able to see our new home, meet our dog Andy and cat Penny, and shared in our wedding. That was such a short trip, and it was the last time we got to see her in person. We believe she is in a better place now alongside Grandpa.Grandma's Chinese zodiac is rabbit, and we're having a rabbit baby next year. We believe her spirit and love will be passed on and stay with us forever. Thank you.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请二姐再来这边，姐夫以及我们的外孙女来面向我们所有的贵宾，我们向我们所有的贵宾深深。深深以鞠躬，谢谢我们在会堂所有的贵宾以及所有的至亲教友们，播出百忙之中，播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到会场，来为李爱琴、玛利亚姐妹送行祝福。我也相信，李爱琴老夫人接受到在座每位对她满满的祝福，一定可以展开翅膀，天国之家到主。的怀抱，全体家人再次深深以鞠躬。那就请我们的姐姐姐夫站到这边，我们就站着，等一下我们所有的宫殿单位贵宾来致谢致意的时候，我们家人代表先鞠躬礼就可以。好，今天我们的宫殿礼是依照我们每一个单位
但是麻烦我们各位贵宾就依照你们的属性类别来参加今日的团体宫殿追思礼。若是我们在会场所有的贵宾，只要是属于该单位的朋友，我们均可再一次来为李埃琴玛利亚姐妹来行礼致祭。首先我们要来礼请我们的宫殿首位单位，是我们的实践大学，有请主殿者江敏清教授代表请就主殿位，与会同仁请就陪殿位，我们后面就两位两位并排。林前献花，献果，全体在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礼请我们的建行科技大学，有请我们的主殿者李大伟校长夫妇，请就位。临前献花，献果。全体在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临前行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礼程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礼请我们的万能科技大学，有请陈恒忠董事博士代表请就位。临前献花，献果。在向你爱情玛利亚姐妹临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下来，我们要请海纳福俱乐部，有请吴达鹏会长及所有的代表，请就位。临前献花，献果，全体在向李爱琴玛利亚姐妹临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台湾数位建事发展协会，有请陈木泉先生请就主殿位。临前献花，献果。在向李爱琪玛利亚姐妹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各地友人代表。有，现在我们来礼请我们的澳洲友人，有请陈明信理事长及在会场所有的代表亲友，请来到灵前，请就位。澳洲雪梨天主教华人团体有在会场吗？
他们另外一个。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有请陈明宪理事长，请就主定位林前献花。献果，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临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我们的台湾友人，有请我们的张颖田先生请就主殿位，代表与朋友请就陪殿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临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我们的美国友人，有请我们的蓝国旗先生请代表主殿位，其他的好朋友请就陪殿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临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来礼请我们的澳洲雪梨天主教华人团体，有请我们的周玉光先生请就主殿位，陪殿者请就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灵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我们的内湖圣母军，有请团长高美花，高团长请就主殿位，陪殿者请就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灵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内湖圣咏团，有请团长邱淑媛，邱团长请就主殿位，陪殿者请就位。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下李爱卿玛利亚姐妹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
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位休息。接着我们要礼请我们的内湖天主堂传协理事，有请吴若薇女士，请就住殿位。陪殿者请就位。顶前献花，献果，全体在向里哀请姐妹，灵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李晨也请贵宾回座位休息。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请我们只要还尚未行礼之际的个人来宾，我们一起来到灵前。是否还有尚未行礼之际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只要还没有行礼之际，我们一同就一次。我们只要还没有行礼之际的亲友们，我们来到灵前，我们一次，后面可以的话就两位并排，对，灵前献花，献果，全体在向里哀请玛利亚姐妹灵前行三鞠躬祝福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人鞠躬答谢，礼成，也请我们所有的亲友回座位休息。司仪再一次请问，我们是否有比较晚到的至亲好友尚未行礼至今还没有来到我们礼哀请玛利亚姐妹灵前，献上我们对她满满的祝福。那再请一次来请姐姐、姐夫还有外孙女一样，我们再一次面对我们所有的贵宾以及与会的亲友，深深一鞠躬，感谢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那接着我们就来要及时，我们就要来送话那个二宾的语话。那我们所有的亲友，记得等一下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再把十字架的缎带稍要记得拿掉，来听从我们的同仁来引导。这是由我们姐姐拿十字架，然后孙女。我们请圣友团准备278首的《耶稣恩友》，我们唱歌单。那我们在会场还没离开的，我们一起再唱一首圣歌来祝福李哀琴玛利亚姐妹。